看他外表什么高矮胖瘦，你得看他对你好不好。你姐夫啥都不好，但唯一好的一点就是他听我话，是吧？你老看啥呀？想摸呀？摸摸。来来，你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。不是你怎么事儿啊？我是不是给你惯的啊？我让你摸你就摸呀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以后我说啥听啥，你要是不听，我腿打折。